就是比亚迪的一号工具，鉴定为六槽的钥匙。由于是一个人录一个人验，所以比较慢。这是我们新出的理事工具 DYD012， 这是一款比亚迪 F3 的门锁，我们将它固定于链工架上，将工具插入锁芯，然后我们放大一下镜头。向任意方向加力，测试3 5 7 9，九号位是阻力弹片，没有动作。我们在松动左手的同时，用右手点到三号齿位的时候，已经动了。上面10，这是8号位，它是阻力弹片。我们解除，还没有动，继续点。然后在6号弹片是阻力弹片，我们点。然后是2号弹片为阻力弹片，我们解除。锁芯转动。转动之后，我们读号。这款车的门锁上是3至10，点火上是，多了一号跟二号位。我们先测试三号位12，四号位是3 2 3 2 3 2 1 3 2 2 3 2 3 2 1 3 2。然后我们使用数控机制作这把钥匙。2 3 2 3 3 1 3 2 2 3 3 2 3 2 1 3 2，这款钥匙的数据与丰田是相同的，所以我们选择丰田。输入齿号2 3 2 3 2 1 3 2。我们将一号位跟二号位暂时作为一，2 3 2 3 2 1 3 2，然后将钥匙固定于家具上。此时数控机提示在四号做定位点。我们旋紧辅助夹具，然后开始工作。OK， 现在测试。OK。